现。我营地的人撒狗粮，没撒得很过分，撒狗粮。哎，回来了，义父林。我也可以跟我的女朋友撒狗粮啊，我女朋友，亲亲，有没有觉得狗粮撒的让你们眼冒金星的？有没有羡慕嫉妒恨啊？啊？怎样？是不是不甘心？不好意思，我有你们没有。恶心，是孙子网购后被阿公接收包裹，看收下来花瓶就拿来用。孙子下班后回家看到灵堂上面的 R20， 有 R20 的观众举个手。不瞒各位，老头曾经也有一颗，但是那是基于好奇之心才去弄出来的。后来发觉，不知道为什么。那种东西对我是无感的，嗯，每个人感觉不同，这种东西真的是很难去界定好不好用啊。忘记那个东西之后跑去哪里了，搞不好真的变成拜拜用的花瓶，也说不定。哎，至少我是没看到了啦，可能哪一天出现在我的侄子的头上。他把他当帽子戴，那我也可能就大笑三声，大笑三声，干太好笑了。剧情都这样演的嘛，对不对？哦，有路。你是谁？居然有驱魔师，急急如律令。啊，那是什么？怎么会有月月？哇！哎呦，这是狐狸还是？哎，这个到底是要看眼白还是眼珠啊？我，他眼珠都是黄色的啊！啊，我会不会用黄色再失败一次啊？挑衅。可是我之前在玩的时候，我是看眼珠，那为什么现在换眼白？好吧，我已经停止思考了。已停止思考。哦，过了，什么东西掉了？怎么全垮了？啊！哇哦！哇哦！感觉好像邪教徒叫邪术哦。通通都是邪术来着的。刚刚那只狐狸是阴阳师的四神。哈哈，好废哦！啊，这个是怎样？有种不能点。哎靠，这个只带。这只带一把武器啊，其他武器去哪里了？他是想要玩无装备通关是不是？哇，这家伙是怎样挑战无装备通关，一直死掉是吧？哇，那东西我捡不到了。嗯，附近有刀重吗？有的话，看他是哪一种被杀死的。哦，你是说那个鬼门的时候看附近的刀重，就是会有提示吗？这个之前好像有讲过吼。
我是没有仔细去看啊。哎，我以为他死掉了。哇哦！让你知道我的厉害，你为什么不攻击呢？结束。哇！啊，我到底是赢还是输啊？老头怀念之狼的勾勾。什么之狼的勾勾？之狼的狗狗？月月吗？这条路好像可以通往康庄大道。我喜欢矮我20公分的，比较方便是吗？身高差这样子啊？为什么你讲身高差，我突然想到前辈与后辈啊？然后只要那张图片，只要前辈与后辈的漫画出现，一定都会有那个仓鼠吃香蕉的图片。我就不多说为什么了，你们自行想象。吃香蕉啊！要不要吃香蕉啊？什么声音？哦，这边有只鬼。加金球！哎呀，靠腰，靠腰，靠腰！加金球！啊，该认真的敲网了啦，不要再玩了。之狼十周目哦，我觉得不用吧。啊，这是谁？明智光秀？啊，没有啦，这是那个啦。拿走我们的那个小精灵的家伙，还是说他就是明智光秀啊？跟他在吸魂了。Yummy！ 荒魂。哦，解放荒魂就完蛋了。本来目标只是精华，不过这可是个好消息。哇，现在不用张嘴就可以讲话了。黄金之国，哇！解放了，乌鸦男附身在我身上吧！哇！喵喵喵喵喵！猫咪，猫咪巨人化，完了，他要牺牲自己了。哇！连同我一起消灭，这么感伤哦！我的天哪、啊！我觉得我会先被他消灭。Oh my god！干！啊！这一只会往生哦。两条尾巴，
结束了。阿苗 ，no， 动感光波。领便当了，我不知道什么，有点喜感，不好意思，我有点出戏，抱歉，因为他们感觉好像 dancer 哦，不好意思，好了，猫咪再见了。别难过。灵魂将轮回。好啦，快滚啦！还以为在演百兽战队，变身，准备要变身了有没有？哦，又捡了一片。这个是那个猫咪的记忆吗？只要有我在，你就会不断死亡并再生。九尾吗？火影忍者。白虎皮，高频大太刀，可恶！三二五，终于有一把武器看起来像样了。但是我觉得它整体的数值没有这么优，我应该会把它拿来合魂吧。那我就要喷钱了，知道拿来合魂了啦。没什么好说的，合起来。这个也是赤鬼的装备哦，是猛牛装，没有套装效果的，我基本上不留吧。我原本那把攻击多少？二七一。哦，最高就一个275哦，但是这个火鼠，西国的欸，西国大明中凯，这没套装效果啊。猫又是主角的翻译机，死的就没翻译了，所以说就不懂了，对不对？就没有导游啦，导游不来啦，导游表示我走了，以后自己想办法。导游就这样离开我们的导游。这个好像没套装效果，对，没套装效果。导游。不会下一个神是不倒翁吧？为什么会是啊？
哎，剑仙原力安安你好，老头要真的要睡了，晚安。好哦，拉雅晚安，早点休息。不能跟他讲话哎、欸，可以交谈。没事。好。什么东西？还是你也要？哇！11点多，好吧，还是，可是我有点想要继续玩下去。贪玩中。可是明天还有其他事情。这什么东西？这是什么？哦，下一个篇章哦。我们已经到下一个篇章了，是不是？驱大鬼，消失的卷轴。嗯哼。